可以摸摸看。啊，你现在是素颜哦。对对对对，整个人是好亮，皮肤很亮哎，就滑滑的，滑滑亮亮的。我是那种一旦晒伤，我如果脱完皮之后我就没事。嗯，对。可是我如果没有晒伤，就是要前不前，要后不后的，就是很黄。这谁？这谁？哎，真的印堂是黑的。大学时期就还蛮喜欢的一个牌子，他们有新出一个美白精华，而且他们是一个由皮肤科医生创立的。亚洲顶级科研的保养品，超维 C 精华液，这很像有人装了那种灯在你的皮肤里面，然后在你的皮肤里面打光一样，就是你这样子角度这样子转的话，你就觉得很像钻石的光泽，这样会有那种浸透亮的感觉，而且。女生生理期来前不是会长痘痘吗？嗯，然后走了之后就是那种痘疤、小斑点、浅层的，对，我觉得都还蛮有感的。额头怎么发光啦？就是印堂不黑啦，而且还是亮亮的，真的有灯从里面照出来，光明灯在这里。你脸颊也很亮哎，因为我要讲一个重点是，我是那个酒糟肌，对，真的，它有一阵子烂得很严重。那用东西要很小心，可以用的美白精华超少，因为市面上所有几乎很多美白精华它都有加一点酸在里面。维 C 是他们家的独门配方。什么是超维 C 啊？就是外面很多标榜维他命 C 的精华，它只有一种，可是它这个里面有三种哦，就是三种维他命 C， 有那个乙基 C 啊，还有维脂 C， 还有一种叫做长效 C。嗯，它们可以各个击破你黑色素很容易生成那种关键点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多种高浓度的美白植萃成分。嗯嗯，它里面还有添加 B 三，就是可以舒缓。然后让你减少泛红啊什么的，而且现在它还有添加的是角质代谢因子，嗯，就是除了帮你美白之外，角质代谢因子可以帮助你的肌肤可以更加的浸透与嫩亮，所以摸起来会更很就是很滑嫩，对对，你真的比之前上一次看到你在更白，完全透明的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技术很厉害，就是微脂囊包裹技术，它除了把包装做成了双层的真空瓶设计，然后还有这个微脂囊技术，就是它可以防止阳光跟空气把维他命 C 氧化，嗯，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在你的脸上可以很长效的作用，然后渗透到肌肤底层。那这孕妇也可以用？孕妇可以用，因为它里面不含酸类的成分。嗯，我平常除了用这个之外，我还会用超维 C 的淡斑精华，而且你刚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，它已经全部都吸收进去了，就是完全很亮，而且你完全没有什么刺痒，那些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对，就是蛮推荐的，太棒了。